先把沛营软禁起来，一面密令大将军李孝义力战成武亭，然后领兵30万兼程南下，先发制人，给徐敬业一个措手不及，一举歼灭。问你，为什么要杀死明崇言？为什么？理由多得很，我想说的话也多得很。畜生，你跟你母亲这么讲话？陛下，陛下，我打死你这个忤逆不孝的逆子！你们不是计划恩赦王皇后，然后废我、杀我、害我吗？母后，请你想想，臣怎么敢呢？敢，不必骗我，很知道，在我们体内根本流着两种血，你是男人，我是女人的，这就够了。想害我、杀我，不错，我是要死的，可不是现在。现在我还没活够。你的心我方才已经知道了，你有胆量，你是一个很好强的人，越强的人我越喜欢。天后陛下，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不懂吗？臣在你的法律里还没有发现这一条，是不是？天后陛下，还是快杀了我吧。大唐的天下就要断送在妇人之手了。